齐热阿布杜，外线三分球投进了，追平了神奇的三分，阿布杜沙拉木，关键时刻又立功了，直接甩到前场，拿球空中接力打进了，天哪，哇，绝杀，准绝杀和绝杀，我的天哪，这球太意外了，绝杀与反绝杀神子杰。 哇，这球我们先看一下时间上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时间上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哇，这球最后那两回合啊，真的是让今天晚上所有看球的球迷都感到了过瘾两个字啊！我的天哪！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球扑上了看台了。裁判肯定还是要回看一下这球到底是有没有效的啊。 这球新疆队怎么会在后面就没有留人呢？顾全这球发的是真棒啊！啊，这球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任何一点七秒钟让深圳绝杀新疆队啊！这个球退防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已经到篮下的申子杰，是顾全这球是发的太棒了，这球说实话。 60%、70%的功劳记在顾全身上。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可能可以入选1920赛季官方的这个。